请问陕西的手工辣条，这个辣条换包装，而且这个辣条的话就是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吃，配料表嘎嘎优秀，它里面的香辛料就是大家认识的那些香辛料，我这是爆辣味的，我这是蒜香，特别的好吃，嗯，很筋道的，是很耐嚼的那种辣条，越嚼越香吧，就能吃辣的直接爆辣，你不能吃辣的选五香或者是蒜香都可以，有嚼劲，根根啾啾，很入味，你看它都是做的这种长条的，就很好撕，这样撕着吃，这个爆辣味的还有点辣哦，上面裹满了调料，但是它就没有那么油，你看这个包装袋上面基本上还是它的干料比较多哈，油的话比较少，就比一般的辣条吃着更放心健康一点，嗯，这个爆辣味的就是那种干辣，你能吃到它那种辣椒粉那种干辣的感觉，嗯，好吃啊，嗯，这是五香的，我给大家讲，这个五香的你别看它就是这样子，颜色感觉不是很好吃，但五香的其实真的好好吃啊，它不比那种辣的差，嗯，嗯，五香的也好吃。像这种你觉得它一大袋吃不完的话，你俩封上吃不完也可以保留几天的，嗯，都是这种有点短有点宽的这种，嗯，零反式，然后没有添加那些甜蜜素啥的，也没有防腐剂的，都是纯手工做的，嗯，吃个你的，这就是蒜香的，蒜香的吃着有一股蒜味儿，很大一袋，挺多的，嗯哼。